上海进博会是什么时间？进博会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简称。2019年上海进博会的时间是在11月5日至11月10日。进博会是由国家商务部、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其宗旨在于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包括展会和论坛两个部分。展会及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和企业商业展，论坛及虹桥国际经贸论坛。国家展是本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重要内容，共有82个国家、3个国际组织设立71个展台，展览面积约3万平方米。各参展国将展示国家形象、经贸发展成就和特色优势产品。